行啊。啊？零五行。零五。如行。行走的行。行走的行。零五行。你来这边住多久了？快一年了。都一直住五零五吗？没有换过，原本住四楼，后来我们是教会，我们都是教会小孩，我们都在教会里面长大的。我的奶奶，还有认识的一些长辈，他们也是基督徒，他们几年前都住在这里，所以我常来，对，然后来这个看看他们。那我们就是陪他们唱唱诗歌。我们现在都是礼拜五。礼拜五。礼拜五礼拜天。礼拜五礼拜天，有唱诗歌。到楼下。楼下是不是？波比呢？哦，对。对。您有吗？有啊。所以您是弟兄。对。哦，您弟兄，感谢主。唱诗歌那个是很好。唱诗歌很好，是不是？好，我们这次来没有。唱到诗歌，所以应该以后我们来，我们就会预备诗歌，然后唱给你们听。高中的时候打篮球。哦，你的意思哦，你的意思。我姓徐，徐凡宇。哎，给予的予。凡是一个金属的金，再加一个平凡的凡。对，徐凡宇。我以前我奶奶是住在524，对，然后她有换过501，诚心赠言，诚心重新整理。林弟兄有几个小孩？两个小孩啊，两个小孩，多大了？女儿在美国啊，在美国啊。教授，老师，研究员，建筑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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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就对，我们都是一家人啊，都是弟兄姊妹。你现在习惯了，有人不习惯了，是适应的，大家都好像习惯了。比较热闹了齁。啊？都已经住满了，五楼都住满了。教会当中，对啊，我们是比较着重的讲到这个人有一个最深处的部分就是灵，所以其实，圣经里面讲到主耶稣在，这个他就是我们的好榜样。那我们借着运用我们的灵呢来接触神，有时候我们就会不该乱说话，就不乱说话了，然后或者是该就是不是这么的愿意表达自己，或者是说发脾气啊什么的。今天吃的好像是金针还有鸡肉汤，对，金针鸡肉汤。25年之后退休，我刚好又中风了，就刚好中风嘛。我家刚好在裕达商职附近，你知道那边有一个义民国小，对，义民里，哦，义兴国小啊，对，我家就在义兴国小旁边。退休20几年了，对不对？还是90年？85年就教书三十年。哦，85年开始当。真的哦，今天来肠道中心，心情怎么样？心情很好哦。那你今天跟几位阿公、爷爷奶奶互动？有一位是互动，
三位哦，那你跟他们聊什么？陪他们玩哦。你现在是在自己玩吗？玩自己。哦，当然。那最有印象的是什么事？对，就是好玩哦。那你以后愿不愿意，就是也服侍一下教会中的弟兄姊妹、年长弟兄姊妹？来哦，来哦，好哦。好，我们有影片为证哦。好，好。那你有没有想要跟弟兄姊妹说什么？这次来长照中心，来长照中心干嘛？有没有什么样的感觉、心情？心情除了很好玩以外，心情很开心。很开心。有没有最有印象的一件事情？最有趣的，或者是让你最深刻的，让我最深刻的，让我最深刻的玩这个。好，了解。你这次来长照中心有没有印象最深刻的一件事？有啊。什么事？玩玩具。玩玩具？你一个人玩吗？有没有跟长辈玩？那除了这件事以外咧？除了这件事以外，你在哦，你在这边听福音机是不是？对。哦，一边听一边玩，玩具。对。哦，好，了解。那你自己期待这一次，你第一次来长照中心吗？不是吧？不是哦。他不是来这里，这里第一次。哦，这里第一次。所以你第一次跟长辈互动吗？不是，还要跟阿妈互动。还要跟阿妈互动。好。那你如果有机会服侍年长的弟兄姊妹，或者服侍长辈，你心态上面有什么样的转换？今天之后。这是什么？这不是你弟弟的招牌吗？好，好了解。我不知道。好，那你有没有想要跟弟兄姊妹说什么？来这边之后，这里很好玩的。谢谢。陪伴长者成功耶！ Yeah, 我们要去吃晚餐喽，去哪里吃？哎，去哪里吃？我家。OK， 去你们家，那我们就走喽。好，出发。拜、yeah.。